我可以回垦丁吗？才刚来上海，就想回去了？我比较喜欢垦丁。哦，比较喜欢。那你也可以慢慢慢慢喜欢上上海啊。上海有迪士尼，垦丁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开了吗？开了，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。 然后呢？上海很多好吃的，台湾的小吃非常美味，但是上海的小吃也特别棒，难道你不想吃一吃吗？把那些小吃全部都吃光再走，好不好？答应我。还有啊，有没有想过新学校是什么样子？你的新同学们又是什么样子？有可能有个新的牛魔王啊。 天天欺负你，天天跟你斗跟你玩，不挺好的吗？嗯，妹妹，要不要吃吐司啊？ 给你抹上酱，然后吃起来就好吃了。妹妹怎么不吃了？是阿姨煮的饭都不合你胃口吗？我吃饱了。 吃这么少就吃饱了呀？是不是不好吃呀？那你吃点水果。我来开门。喵喵，早安！来亲我一下，嗯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 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又吃早餐呢？我来一起吃吧。我们一起吃早餐。好啊，我陪妙妙吃早餐。嗯，你要不要吃鸡肉？啊，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你要吃番茄吗？嗯，嗯嗯嗯嗯嗯嗯。嗯嗯嗯嗯嗯嗯 还有这个面包，我加奶酒酱。等一下，这都是你做的？是啊。叫外卖吧。我又不是在聚。快点吃面包啊！自己要吃啊，来。我要吃。嗯嗯嗯，慢点啦。我给你切一切啊。嗯，尝尝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好吃好吃。 小萌，你怎么吃啊？我吃，吃啊！来，嗯，要吃蛋喽，蛋呢有营养，记得每天都要吃啊。张嘴，爹爹是不是喂太快了？慢点啊！你也要吃啊？哎，要我吃吃肉啊！你带来这么多盆栽啊？来，苗苗。 居家多花草，生活必定好。听过没有，小王？给你说明一下啊，这一盆，这一盆，这一盆，是我专门挑选的，它含苞待放。我对你的要求就是，你每一天呢，都给它们浇一点点水，不要太多啊，记住，一定不要太多。隔三天，你观察一下。 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花骨朵，长出来一点点，再隔三天，又长出来一点。我觉得，你看着它会觉得生活很有希望。我都不知道你对植物还有研究。嗯，你不知道我的东西啊，太多了。你除了适应妙妙啊，看来还得适应我。 爹地，这花好漂亮哦，是长寿花吗？妹妹也懂植物啊。
他可是从小在垦丁长大了，那么大自然的地方，你呀、啊、和妙妙一起照顾好他们啊，去感受他。我还真是没把握，不过我会试试的。我这个房间正好缺的就是绿植。准确来说呢，是缺少一些呼吸。喵喵，来，给花浇浇水。好，来喷，记住啊，先喷上面，然后呢，土壤里一定要有，不可以只喷上面，然后不喷土壤。嗯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OK。干爹，你还买了什么？哇，书哎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弟弟呢？觉得你会喜欢这本，更会喜欢这本。你买这么多书？对呀、啊，我看他书架空嘛，给他多买一些，能看多少是多少。我还摸不准妙妙年龄该看什么样的书，就没敢买太多。你买的都什么书？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妙妙能看懂吗？一定能看得懂。我买的是儿童版，里面拼音啊，图画呀、啊，一应俱全，一定能看懂，对不对，妙妙？嗯。嗯。还是你懂，妙妙。谢谢爹地。不客气，妙妙。以后爹地呢会尽全力的抽很多时间过来。把这些书里的故事啊都给你读一遍，你就负责听，然后把它吸收进去，好不好？嗯，说好喽。好，拉钩。呀，妙妙，以后你喜欢什么书，跟阿姨说，阿姨去给你买好吗？请进。胡总，来上班啦？嗯，我趁着休假这些日子，抽空看了几个客户的案子，然后做了改装，已经发到您邮箱了，请您过目。哦，我已经收到了。小萌，你说你休假就休假呗，你干嘛还惦记着工作的事儿啊？你好吗？总，来了不向我报道？我们正说起你呢，你干嘛给他那么大压力啊？人家休假还得惦记着你的工作。喂，孙老师，我付工资的，事情解决了，嗯，那就好好工作。你小萌，欢迎你正式加入奥斯顿。谢谢你，陶总。